据网友爆料，因综艺节目大火的男星范丞丞的手机当众被一名女助理板着脸没收，且女方摆脸色也不是第一次。此外，网络还疯传他下车时被车门夹到手的画面，两大错误令粉丝相当愤怒。有不少粉丝纷纷评论道：“麻烦善待范丞丞，不能让路人误会，给丞丞招黑，真的是很心疼啦。我们心尖尖上的人，为什么要被别人这样对待？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